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来开箱这个复古无段式桌扇 ，Classic Fan， 超大风量哦 ，Kingyo， 型号在这里。然后他说，最长可用十个小时，它可以充电的 ，UF674， 屌，电线，开箱，哇，竟然长这样哎！这个这是什么？这个在转的 ，mini 跟 max， 然后就是可以调，然后就插这里，然后插 USB， 吹爆，拜拜。